林宥嘉蓄谋甩法超秀气，娘娘驾到，驾到！哇哦，Yoga 的新发型热热亮亮，闪闪动人呢。今天为九月十四号将举行的成军二十周年演唱会练团，身为嘉宾的 Yoga 也一起练，双方先来个礼尚往来。我的礼物是这个枇杷膏，就给这个阿桑哥互赏这样子。阿桑哥回收护华产品给 Yoga 如何啊？吃过，这里面还有很丰富的那个维他命。对，因为很容易感冒，所以对，很贴心的礼物，谢谢。是说 Yoga 最近的造型那么大，就是风，是跟四分位的摇滚形象稍微有点反差。头发长长以后就是唱比较 rock， 那才第一点听不懂哦。头发长了以后呢，唱起这些而且又是可以跟四分位一起这样玩团的感觉，我觉得真的。我自己觉得蛮大的，不知道三哥觉得怎么样 ？OK 啊，非常 OK。好，在台上那甩头发那种感觉，竟然嗨，对，太棒了，对，太棒了。又这样感觉发型非常好。谢谢谢谢。所以是打算要留多长？跟你差不多吧。真的吗？但是我不想要剪你的，不想要剪刘海，因为太像女生了。如果我留很长，然后又剪刘海，会不会很像阿烈？